在好物频道，我是小金，我是 Jess。 每天做工做到这样坎坷，放工后最爽就是来做什么？不是吃火锅就是吃烧烤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最爽就是来 buffet 了啦。对啦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 Arena Club 的 One Night Mookata， 有泰式烧烤火锅，就是 Mookata。 Let's go。